我们今天来到 Fashion Island，在 Newport Beach，就是南加州的Orange County 这边。然后今天刚好 Lexus 有一个 pop out 的活动，只有2天。然后展示的车子呢，就是一个礼拜前才在德州发表的新的第三代 GX，跟全新的2024年的 TX 两款车型。所以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。所以今天很兴奋，可以看到这个第三代的 GX。其实 GX 在美国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从这个2003年就有第一代车型，然后一直到2010年的第二代车型，第二代车型一直卖到今年第三代车型才出来，等于是2024年款的。那它跟之前很不一样的是呢，其实之前的 GX 都走的是比较高级，然后比较是这种high class 的一种感觉。那这次呢的 GX 呢，它完全走的就是一个越野风格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包括像前面呢，第一它前面有环境，所以呢，你看前面的镜头，你可以比如说你在 offroad 的时候可以看到，你前面的路况是怎么样，然后下面呢这边有银色的护板，那再往下面可以看一点，然后可以看到还有这个。skip play，所以呢，怕如果你越野的时候如果撞到石头什么，它可以帮你挡住。然后 LED 的车头灯，它是三眼式的，然后下面也是 LED 的雾灯。然后再看到这个颜色，其实非常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个颜色它叫做 Earth，但是其实第一次出现是在 Toyota TRD Pro 上面，当年第一年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测试版的颜色。那他们现在呢，因为延续这个越野的精神，所以呢放在 Lexus 的 GX 上面。那这款呢越野版呢，它叫做 Over Trail。那它也是算是比较顶级一点的。那如果你要比较高级的话，它还是有 Premium 跟 Luxury 的版本。在 Overture 上面你可以看到，这轮胎是 All Terrain 的胎，是越野轮胎。然后呢，这原厂来 Overture 就会配置33寸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不用再改了。塑胶的这个防刮也是越野车上一定要有的配备。那其实你往后整个往后看，你看它车整个车子是非常非常方正，所以也符合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越野车的这个整个造型。包括像福特的 Bronco 啊，或者是甚至Land Rover Defender 啊，Mercedes 的 G Car，其实都是以这种传统造型进去。OK，那我们来到车尾呢，我觉得第三代的 GX 还保留了第一代、第二代所承袭下来这个上掀式的后尾窗，所以如果你要拿的东西，或比如说你有宠物的话，其实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。那在尾门的部分呢，跟之前一二代的稍微比较不一样的是呢，它这次就不是用侧开的拉门了。因为之前呢，其实用侧开拉门，像我们这种左驾的地方呢，在操作上面就会比较不方便。那这次呢，它是用上掀式的，所以一样直接用一键式的，然后或者它也有附这个脚踢的功能，所以用脚踢的话，如果你带着钥匙用脚踢，是可以直接把电子的后面尾门做一个关闭的动作。对，我们刚才有提到，因为呢，在 Overture 版本上面只有5人座的设计，所以呢，它整个后箱空间就直接出来。那如果你今天是 Premium 或者是 Luxury 版本的话，等于说后面就会加2个稍微小一点点的座椅，那是比较。然后刚刚有提到呢，在拖车的部分呢，这个盖子里面下面就是附了拖车钩，那你可以下面看，它连这个接线的部分、接那个刹车灯、方向灯的部分都已经预留好在这边了。那如果是 Overture 或者是最基本的 Premium 版本，可以拖到8000磅的拖载功能。那如果是 Luxury 版本的话，只有7000磅而已。然后在整个外观的部分呢，它的车长、车高跟车宽，车高的部分呢，比上一代 GX 高了1英寸；在车长的部分呢，比上一代 GX 长了2英寸；然后在车宽的部分，比上一代的 GX 宽了3英寸。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是稍微有放大一点点，没有错。但是因为它这次用的底盘呢是TNGA 的 GAF 的底盘，所以它是跟 Sequoia Tundra 跟比这个 GX 更大的 LX 是一起共用的底盘，所以它其实大概轴距的部分是非常非常足够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，如果坐进第二排，你就看到内装的第二排的空间呢，其实会比上一代的 GX 来大的非常多。所以我们现在到第二排去吧。OK，坐进第二排。Mark Levinson 的音响在 Lexus 上面的话是非常常见的，但是也是 Overtrail 或者是 Luxury 以上的等级才会出现。你看坐进来，前面呢，你看都已经其实调到蛮后面，但是对我来讲呢，我6尺的183公分，甚至几乎到2个拳头，因为它在后座前座的椅背这边还稍微做了一个这种造型，所以呢，其实对你的腿部的空间来讲的话，空间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在椅背的部分呢，它应该也可以做非常多段式的调整。
OK， 我们坐进 GX 的车内，其实是整台车最厉害的，就是在 Lexus 上面整个车气氛的营造，但是呢又不失它越野车该有的这些所有的功能。可以看到这边呢 ，Mostly 就是一般的行车模式，比如说有 Eco， 有这个 Sport 模式，可以用这边来做切换。那下面可以看到 MTX， 如果大家对 Toyota 的这个越野车比较熟悉的话 ，MTX 其实就是它整个越野模式的地形切换的这个系统，所以包括沙地、泥地或者是水里面，其实都可以做这个切换。那 Cruise Control 的话，就是比如说陡坡缓降，或者是你在很上坡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可以用一个固定的速度，有点像定速来去做控制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最厉害的，我觉得是整应该说是这整台车现在的亮点，就是它除了中央差速器以外，还有后轮的差速器，等于说他们说越野的三支钥匙，这台车已经配置了两支钥匙，比它更强的唯一只有一款，就是 Mercedes G Class G Wagon， 还有三个前中后。但是呢，在 GX 上面已经有中间跟后面的这个模式，然后包括四轮传动的切换也是在这边做一个控制。所以其实这台车呢，在越野的功能上面来讲的话，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。那看到前面呢，在中央资讯幕的部分呢，总共14寸的这个萤幕，然后当然是全部它讯，只有在音响的操控跟冷气的旋钮上面是用传统的 physical 的旋钮，所以其实在操作来讲的话非常直接。那我唯一觉得比较可惜的缺点就是说呢，它在整个界面上面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没有因为越野或者是因为它是 Lexus， 然后多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设计跟变化。所以其实整个界面来讲，如果你是开这几年的 Toyota 或 Lexus 的车款的话，其实你对这个操作其实是非常熟悉的。那全车系都配备了冷热的通风座椅，那还有这个加热的方向盘。那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，前面的资讯幕的仪表板呢是12寸的全电子的资讯幕，所以我把它打开看到，对，那它当然也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模式的切换。好，我们把新的 GX 的引擎盖打开，其实这个它的引擎的配置也是这次的蛮亮点的所在。那这次它搭载的是 3.5 升的六缸 Twin Turbo 引擎，那第一代跟第二代 GX 以前都是用 V8 的引擎，那在引擎马力的部分呢是349匹马力，在扭力的部分有479磅的扭力，所以呢其实在拖载的部分，包括拖车啊的部分，其实这个 Twin Turbo 引擎都会比之前 V8 引擎来的好用。但不过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在油耗的部分呢，上一代 V8 引擎呢油耗是平均油耗在16 mpg， 但是这一次呢虽然用了六缸然后 Twin Turbo， 但是在平均油耗部分只进步了1 mpg 到17 mpg， 所以如果对油耗有需求的人的话，可以在之后呢关注他们，大概在1到2年后会推出了 Hybrid 的版本，那在 Hybrid 版本的话，可能之后的油耗表现会比较好一点。